推上去可以推，你放。看看看看看，哦哟，咋好啊？是吧？推得特别近就特别虚。他从车上下来。哦。可以了。啊，这个人太……我从内心敬佩他。真正的。你们踩上了对吧？那个人。哪个？就那个平时说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孩子往下掉的时候就把他扔了。哦，然后你就被砸蒙了，然后我就然后刚好我看到手他就往下掉，掉下来时我也啥也没想，我就把他接上，接上后面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被砸蒙了。砸蒙以后，后面我醒来的时候好像警察呀什么救护员呀都过来了。这个 CT 的结果来看，这个小孩的出血主要是由横的擦伤嘛。但是我仔细的几个检查完了以后，娃娃生命体征基本上好的呢，然后还自己走路，还自己叫自己的奶奶。当时我也特别高兴，小孩没有那啥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昨天嘛，就是边上有很多人，可能是一些老人，他们不敢去。其实有一个女的，她也想去，但是呢，托利克她年轻，她在车上听到有人叫，她马上就从车上冲出去了，去，刚好她一出去就把这个小孩接住了。